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们见证了我发片后一年又一个月又一天在香港的第一个音乐会。上聊两句，欢迎李心凌。去年差不多呢個時候六月到啦，我喺呢度話恭祝你嘅唱片啦賣得啦，咁然後就話希望你話想喺紅館做 show 嘛，嗱我話俾你聽，得咗。